谢志峰拖女游行，金沙打麻，又要做城市论坛，又要帮僭建波做咨询会主持的谢志峰，你实知边个啦？谦谦君子一个，但近排网上流传咗一段写到明佢同女友差啲被车撞到嘅片段啊，系真系同个女仔一齐噃。但系谢志峰自己睇到就吓得一盏盏，佢结咗婚好多年噶啦，仲认当日系拖女，不过系佢个大女啊。条片系上年八月嘅事啦，嗰时佢同埋大女参加紧记协同埋摄记协会搞嘅游行啊，仲差啲被车撞到添。唔会啫，唔会啫。